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立豪给你们十秒钟的时间，把你手机的照相功能先把侧标拍照存证。各位，为什么？请你跟我念一遍：如有造假，退出股市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我知道很多的投资人都有参加过投顾老师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如果你有参加其他的投顾老师，你请他跟我一样打在侧标上，如有造假退出股市。各位，我今天请所有投资朋友们认真的看完我的电视节目，各位，然后选择陈立豪。各位，你记不记得当初在6月30号6月底的时候，我跟你们讲迈入7月份叫春秋战国时代，各位你记不记得？我不是跟你讲了吗？当初我说过已经告诉你七月开战了，进入春秋战国时代，当初就跟你讲你要跟全国第一名的老师。好，各位，来，我讲完之后我跟你讲，我说啊，这是十年难得一见的超级大行情，你要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。好，各位，来，七月份我是不是跟你讲了？你有相信吗？你如果不相信，那各位，来，迈入八月份，今天八月一号，对不对？迈入八月份，我跟你说什么？迈入八月份，我跟你说什么？各位，7月29号，我的节目30号重播。我当初跟你说，八月我要大家一起来抢钱。各位，这两个字念大声一点，抢钱。各位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在7月29号节目播了之后，我7月30号要重播？我等一下拿我传给我会员的给你看，好不好？你看完之后你会发现到吓死人了，原来在台湾股市里面有一股清流，而且好厉害，非常厉害。各位，来，我跟你说过，各位，7月29就跟你讲，8月我要大家一起来抢钱。好，各位，当你看到今天的大盘，各位，大涨452点，收盘收442点的时候，各位，你会帮我鼓鼓掌，吼，嘿，那陈立豪有够厉害，有够赞。各位，我让你看更棒的，好不好？哎，各位看一下哦，看一下，来，你注意看，来，各位，你把笔跟纸拿起来，全国的观众，全国的观众，请你把笔跟纸拿起来，好不好？笔跟纸拿起来。我这个人不喜欢造假作弊啦，因为我跟你说过，我打在侧标上，如果有造假作弊，我退出股市，好不好？那各位注意看哦，注意看哦，好嘞，各位。请问你7月31号昨天有没有？7月31号昨天收盘收多少？各位最低多少？最低是不是22046？各位记下来，记下来啦。7月31号，各位最低是不是22046？ 22046 对不对？收盘收多少？收22199对不对？也就是说7月31号没有跌破22046对不对？好，各位注意看哦，为什么22046很重要？来，各位，我念给你看，我念给你看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今天会大涨，好不好？全部在我的掌控之中啊！各位看，7月29号，7月29号，我念给你听哦。会员早上好，又是一个新奇的开始，在三个交易日就要收月线，哈、哦，注意哦，我已经在7月29号告诉会员了、哦，在三个交易日就要收月线。22045的65日均线将是非常重要。22045，22045，各位，那一天的最低多少？22046，各位准不准？准到吓死你呀！再看，再看，来，22045的65日均线非常重要。如果可以守住，各位你看到没有？如果可以守住，那台股刚好利用 KD 正20的附近得到支撑，只要补量就可以再攻一波，来到22706到23000。各位，能够写出这种东西的只有陈立豪，全国第一名的老师只有陈立豪做得到。各位，7月29号我为什么在电视上跟你讲7月29、7月30，为什么跟你讲8月我们一起来抢钱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各位，我7月29就告诉会员了，
会员早上好，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，在三个交易日就要收月线，22045的65日均线非常重要，如果可以守住，台股绝对可以利用 KD 正20的附近得到支撑，只要补量就可以再攻一波，完全命中，完全命中啊，各位，完全命中，各位看今天的量，今天的量又来到4300多亿，各位，你看22046守住之后，各位今天飙到22642 66242 22642，各位看到没有，我不是跟你讲它慢慢会来到22706到23000吗？各位我是谁？我是股市一流的老师呢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为什么要买股票？为什么要买股票？各位，昨天哦，7月30号跟7月31号30跟31号连续两天我们买很多股票，各位你看那个四星有没有，四星有没有，你看那宏硕有没有，你看那个君豪有没有，你看那个智源有没有，各位我是不是跟你讲要有勇气霸气行动力全部赚钱了？那各位我昨天跟你讲什么，7月31号买回神盾，那各位注意看，我为什么要昨天给你看神盾的 VCR，我为什么昨天要给你看神盾的 VCR？ 因为我告诉你，很多的股票来回做价差，你会赚翻了，赚到爆了。哥，你看今天神盾，哥今天的神盾差一点攻涨停，264.5块是涨停板，最高攻到262.5块。那各位，我昨天在电视上跟你说什么？7月31号，我昨天在电视上不是跟你讲我买回239吗？我当初送给你神盾的时候，236到240飙到310，我赚了70块，赚了70块之后，各位打下来，对不对？再买再赚25块，放空再赚31块，再赚21块。昨天买，今天又大赚。各位做股票有这么难吗？光一档神盾，各位，我现在给你看一段 VCR 好不好？你看完之后帮我鼓鼓掌就好。各位，这个 VCR 你昨天就看过，对不对？啊，各位，我在想说要不要放好，不要放，因为浪费时间。各位，我跟你讲，昨天我有没有跟你讲买回神盾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各位，今天马上快攻到涨停板262.5。那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我已经跟你说过，7月29、7月30、7月31，我们通通在买股票。你看侧标，各位侧标，你看现在的侧标。各位，我7月26号是买台积电，7月26号买台积电哦。台积电我赚54块哦，你看你不相信？你看了、哦、哎、欸，你看了、哦，7月26号当初台积电我是不是讲成交915、916附近？各位今天攻到哪里？969，真实富贵千真万确，10张54万，100张540万，各位你看到了没有？你看到了吗？所以我跟你讲要买股票嘛，因为它2245点锁住了嘛，我们买股票，你有什么好怕的？给台积电54块哦，54块哦。好，那各位来，你再看侧标，你再看侧标，买四星，7月30号买四星赚225块。各位，我买什么四星呢、啊？哎、欸，各位，我买四星买什么？买2500附近的、啊。各位，买2500附近的、啊。你如果真的各位哎，赚、欸、到今天就好，冲到今天225块，真实富贵千真万确，10张225万，100张2250万，各位你看到了吗？你看到了吗？你看到了吗？侧标225块，有没有？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哦，因为很简单嘛，各位，前天的侧标就给你看了嘛，哎、欸，前天7月30号就买四星了嘛，那一天赚，哎、欸，赚利165，到今天变赚225了嘛，有骗你吗？我不会骗人啊，我跟其他投顾老师又不一样，我买股票都打在侧标上、欸，哎，再看来，各位，你看宏硕不得了了，各位注意看宏硕，你看宏硕、哦。我等一下再跟你讲神盾哦，神盾不得了，给光神盾今天我们来回价差赚爆了，给来看，你看宏硕来，7月30号我是不是买宏硕？是不是赚175块？7月30号我们是不是买宏硕？各位，我是不是跟你讲我赚了100多块，175到180，那个赚到之后是不是打下来？各位打下来你敢买吗？我昨天尾盘买回宏硕，哎，我昨天尾盘买回宏硕，你看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各位注意看啊。我昨天尾盘买回宏硕，各位，昨天尾盘买回宏硕，你看，注意啊，来，昨天
各位你看昨天有没有买回宏硕，有没有看到？各位，我昨天买宏硕，我今天不但大赚哦，你看哦，今天宏硕3131哦，各位冲到哪里？一上来我们就出掉了，一上来就出了，各位赚了105块，真实富贵千真万确，而且还放空。各位，我不但出掉，还去放空。各位还去放空。各位，你看赚105块再放空，放空再赚135块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各位如有造假作弊退出股市。各位，你看我的侧标，你看我的侧标，我的宏硕，各位赚了100多块哦。哎，那个不是105块了，那个哎对，各位今天是105块，对，前一天是180嘛，对不对？各位。7月31号，昨天买回来的，各位到今天赚105块，再放空，各位再放空再赚135块，好、哦，再赚135块。你一定会说老师啊，真的还是假的？各位煮的啦，你看看来，来，各位你看我在今天讲什么？你看是诶、欸，在我今天一大早，啊，各位看。有放空的有没有？有，我们已经早上在讲放空宏硕有没有？放空宏硕，各位，我放空宏硕，你看今天最低打到哪里？打到1490，收盘收到1490，各位，我只写到1515而已，各位再赚135块，各位你看侧标有没有？放空宏硕8月1号都可以赚135块，各位再看微盈，再看微盈，你再看微盈来，各位再看微盈。微盈在昨天前天打下来，没人敢买呢。你看，各位，昨天前天打下来，没人敢买呢。各位，前天还有1900呢，昨天最低1935呢。我很多的会员买在这里，很多的会员买在1935到1950。各位，到今天飙上去，各位赚255块，真实富贵千真万确，10张255万，100张2550万。各位，你相不相信我上来还去放空它？我上来还放空它、欸。我上来还放空它、欸、各位我又放空了，各位你看收盘，你看收盘，收盘收在哪里、欸、上去之后放空，收盘收2135，算2115好不好？因为最低又打到2115、啊、各位你看到没有？各位你敢做股票，你敢买股票，你敢放空股票吗？所以我的侧标，各位、欸、我放空那个微盈是挣70块了，打错了，那个放空8月1号放空是挣70块，不是30块了，挣70马上改这边哦，马上改挣70，各位放空是挣70，听了吗？放空都赚挣70块，我放空哎、欸，兼放空，放空挣70块。我侧标上的如有造假作弊，我退出股市。各位，来，我在7月31号就跟你讲，你在做股票一定要有勇气、霸气跟行动力。各位，我们来看神盾好不好？神盾看完之后，你帮我鼓鼓掌，不用再选别的老师，你就选择陈立豪就好，真的。你不用再选别的老师了，我真的没有骗你，你就选陈立豪就好了啦。各位，昨天的 VCR 你不是有看到吗？这样子好不好？我再放一段 VCR 给你看，你看看我怎么做神盾的好不好？那我昨天为什么要一直跟你讲神盾？我又买回，哎，你昨天在买神盾239嘞。我们买239呢，哎，我昨天不是跟你讲神盾239吗？哥，你敢买吗？啊，我昨天不是跟你讲买回神盾239，昨天你都有看到啊。那各位，你看神盾到今天，哎，差一点攻涨停，差一点攻涨停了，262.5。哥，你光昨天买到今天就好，你赚翻了，赚到爆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哦，我在侧标上不是写吗？我7月30号我买神盾赚18块，到这边哎，神盾又再赚20几块，你看7月31号有没有？昨天买神盾，各位昨天买神盾到今天赚18块，赚了18块之后去放空，去放空神盾又赚10块，放空之后各位再回补，哎，再回补，我没有骗你，真的来到262.5，各位再赚13块，各位真实富贵千真万确。各位，我做股票我非常的灵活，我非常的灵活。
我做多也可以，放空也可以，回补再反买。各位来，你注意看我神盾怎么操作的，好不好？各位，一档股票做到淋漓尽致，好不好？你赚到爆了，真的赚到爆了。各位，请看 VC 啊。所以我一直跟你们说过，来回做价差，我有骗你吗？我从来不会骗人，我从来不会骗人。所以各位，做股票是不是你真的要来回做价差，你才能够在股市里面赚到超级大钱，而不是只有一个方向？你那些真的看不懂方向的老师，各位，那当然就只有涨的时候说涨，跌的时候说跌，那是一定的。但是各位，我们真的看得懂，所以真的来回去做价差。各位，你看神盾，来，你看神盾。各位，我最近是不是我？你记不记得之前我送给你神盾？你记不记得当初我送给你神盾？有没有？各位，春秋战国时代是不是战国？是不是战国？我7月12号不是送给你神盾吗？好，各位来。神盾之后送给你，我是不是赚了70块？我是不是赚了70块？我当初不是跟你讲7月17号我310块出吗？哥，你记不记得我为什么要出？出掉之后是不是打下来？打下来之后，各位到7月22号我又买了267块，又买了。结果各位到了隔天7月23再赚25块，有没有？我不是跟你讲吗？再赚25块。那各位之前送给你们的赚了70块。再赚25块，是不是95块？是不是95块？那各位，我出掉之后又去兼放空。你看，我那天电视上不是跟你讲吗？我出掉之后兼放空。各位，你看我为什么当初要去兼放空？我为什么要去兼放空？各位，我为什么要去兼放空啦？你看今天来，各位今天杀到261块跌停板。你看，各位，我当初290到293出哦。各位，前面是赚70块哦，赚70块再赚25块的做多、哦、之后放空，各位之后兼放空，有没有？兼放空之后，各位到了今天，你看那一天是281，到今天各位261块，你看那个价差再差19块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放空12块再加19块，各位你又借31块。那各位来，前面赚70块，再赚25块。放空如果再赚31块，哥，你看，你看是不是126块？你看，那个价差是126块。所以我一直跟你们说过，做多你也要会做，放空你也要空，哥，你听得懂吗？结果，亲爱的投资们，你有看到吗？一档股票你要来回做价差，结果放空到昨天有没有？放空到昨天，我不是跟你讲赚更多，还有20块没有加上去呢，还有20块我没有加上去呢。那各位，你看昨天又买回来神盾，你看，你看昨天又买回神盾，有没有？昨天不是又买神盾？前面75，哎，前面送给你们70块，对不对？做一个多25块，放一个空31块，有一个隐含的20块还没加嘛，对不对？那各位，这126块如果加20块，不就146块？146块，各位你再加上今天的，哎。今天的昨天买再加18块，18块就多少？164块。结果再放一个空，再加10块，174块。174块，各位再加一个，哎，再回买的13块。各位，你看187块，你看价差187块。各位，我厉不厉害？第一名的，第一名的。各位，我跟你讲。其实我在今天在测标上打任何一档股票，说赚多少钱，赚多少钱，对你来讲没什么鸟用，没有什么用，因为你如果没有做，你不是我的会员，你也没办法感同身受。我只是讲给你听而已，因为我测标上就讲，如果有造假作弊，我就退出股市就好了，听得懂吗？那各位，我就跟你讲这个就好了，我们就讲这个很简单的就好，不要讲股票赚多少钱，赚多少钱，说实在的。你没办法感同身受，因为盘中4.5小时很重要啊。你只要看这个7月份，我跟你讲春秋战国时代，你如果相信行情棒棒棒棒棒，真的春秋战国时代啊，从涨变杀，杀了2000多点下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春秋战国时代？那你看迈入还没迈入8月，7月29到30，我就跟你讲大家一起来抢钱。各位，我才刚讲完而已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讲抢钱吗？很简单啊，7月29号我告诉会员啊，会员早上好，又是一个新奇的开始，
在三个交易日要收月线，22045很重要，它是65日均线非常重要，如果可以守住，那台股刚好利用 KD 2正20附近得到支撑，只要补量就可以再攻一波，有没有？完全命中。所以补量那一天没有跌破22045哦，那一天最低只有22046哦，你看那一天最低是22046哦。各位我讲什么？22045呢不能跌破呢，一点都不差呢，没有跌破之后补量砰就上去了，大涨400多点。哎，全国第一名的老师呢，你知道为什么投信很多外资的朋友爸爸妈妈喜欢跟陈立好？原因就在这里了嘛，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不会欺骗，不会吹牛，对不对？又这么厉害。各位你知道为什么上海复旦大学要颁发这个聘书给陈立好吗？因为我是一流的啊，我是 best of best 一流的，听得懂吗？各位你我想真的你要跟到一个好的老师，真的我拜托你真的帮自己啊，你不用帮我，你帮自己就好了啦。各位明英大师说你用 5.3 万美金可以炒股炒到3亿美金，各位哎，我只跟你讲绝对不会是天方夜谭，300万要变3000万而已呢，马上来电。那各位你赚钱要赚什么？你要赚大钱，不要只是赚小钱，你跟我们一起能够买车又买房，还有最重要的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你没有一通电话来我帮不到你，听得懂吗？你看到我的车标做多又放空，各位你会羡慕吗？还是嫉妒？还是堵拦？还是看嗤之以鼻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因为你我不了解你的心态是什么。我早就跟你讲迈入八月份你来抢钱，抢钱听得懂吗？今天才8月1号，马上命中，你看看有这么准的老师吗？哎，我真的很准，准到吓死你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各位如果你参加别的投顾别的老师那边真的做不好，你转到陈立豪这边来，真的我帮你。各位八月才刚开始第一天，八月才刚开始第一天，你看我的侧标的股票，你看我侧标的股票，我都是在7月26、27、29、30号买的，31号买的，因为我知道22045不会破，所以我告诉会员65日均线不会破，不会破就是买股票，就这么简单，抢钱嘛，你懂吗？你参加的投顾老师懂吗？各位很多的网路一些老师是造假作弊的，知道吗？很多都是造假作弊，你不要被骗了，现在诈骗集团很多啊，你不要被骗了。今天你看到的陈立豪从头到尾都在验证啊，知道吗？所以各位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帮得到你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。各位八月才刚开始而已啊，各位你如果真的要赚大钱，对自己负责，你来投靠陈立豪，知道吗？各位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，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。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
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我有时候一直在想不通一件事情，其实现在很多人为什么台湾被定调为诈骗集团的一个天堂，因为太多太多的投资人散户小白真的很可怜，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讲，听得懂吗？很容易相信一些莫名其妙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一些东西买卖的股票都打在侧标上，为什么日期都跟你讲清楚？很简单嘛，就是让你去拍照存证嘛，让你去知道我们不会造假作弊嘛。那各位，如果你的人生当中你只参加想参加一次投顾老师，你可以试看看成立好就好了。如果我帮不了你，别的人也帮不了你了。我是说实话，真的，听得懂吗？跟着立豪安心吧，西游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。那各位，公司的业务啊，加油一点好不好？业务头加油一点好吗？各位跟着立豪安心吧，西游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。各位祝你们明天操作愉快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